我们讲假备婚吧，那吃了八分饱了，这就是养生之道。现在呢，医学界啊都跟我们这么说，要吃清淡一点，还要呢不要吃的太过饱，你可以八分饱啊，这都是最健康。那剩下的两分呢，可以帮助别人啊。各位菩萨们，我们要帮助人呐、啊，并不困难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你就是呢少一点点，对身体有益哦，而且呢，那对人世间可以造福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那用饮食滋养身体，还可以布施来养慧命啊，何乐而不为啊？食拄好都好啊，欠一宿啦呢，咱阁会当头吼啊，养身体，阁会当养成咱好的习惯，